大家好，我是谭三，我现在在斗罗大陆里面。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斗罗大陆分为四界，人界存在十年魂、百年魂兽、千年魂兽，是升级魂环的好地方。修罗界存在万年魂兽，小心前往。神界有龙族镇守，可获得令碎片合成令牌，拿到令牌后可以前往海神神邸挑战邪魔虎鲸，成就神位。好吧，我现在是唐沙啊，然后呢，我要，我要现在升级魂环啊！我们现在的魂环是多少魂？十年魂环。我们先要升级百年魂环。哎，我直接可以升啊！然后升级千年，哇，差要三个武魂币，武魂币需要什么？需要30个这个币啊！走，圣魂村传送点。我们首先要去的是人间界啊，人间界这有，哎呦。400年魂兽，10年魂兽，我们先打10年的看。哇，他这个血量还挺多的，这才得一个呀。这神魂兽还挺难打的，这得打40个呀。我看那个打400年的还有多少个？得5个，哇，这个多，再打这个了，来呀！我这个身上，哇，我还有蓝银草武魂，哦，对，我是唐三，唐三有蓝银草，我是蓝银黄，请叫我帅哥，帅哥锅，我现在要几个？我觉得我还可以去挑战更高级一点的，你们觉得呢？他这个武器46个，我要打60个才能回去。要3个吧？对，我身上有一个，我有回复能力啊，蓝银黄有回复能力，所以我们可以卡怪打，还打2只怪，还打1只怪，好，够了，走回家。我们现在可以去升级，这是千年的吧？这百年我们可以去升级千年魂环了，走。千年魂环，先买2个武魂币，升级了。现在我是紫色魂环了，变得漂亮。深渊魔剑，我们去深渊魔剑看。哇，这个得多少？12个。哇，那这每个都是这么多血。我有3发子弹。早知道就在这里打了。哇，这个怪物好大一朵啊！哇，他打我好疼，我要回点血。我现在多少个？49个，61个。哇，这有个血量，他血量好足啊！有个血量好多。这个血量多一点，50多滴血。这个多一点吗？21个，一样的呀。哦，我先回一波，我要死了。圣魂村有吃的买吗？我们看看，买一下东西。万年魂环，基础武魂。现在是要升级万年魂环，要6个，6个的话我们还打4个，啊，我血回满了。那这个枪的天使拉面呢？我看看，哇，这个得多少个？掉20个魂晶和令牌。天青牛蟒吗？哦，天青牛蟒不是那个 boss 吗？
不是那个大龙吗？这逗我吗？打天津牛蟒，天津牛蟒就长这样，这不是三角龙吗？这天津牛蟒长得有点太丑了啊！这单挑天津牛蟒就这么简单吗？天津牛蟒不是还有远程魔法攻击吗？怎么会这么简单呢？不行，我们不打天津牛蟒了，打别的去。我们还是去魔界啊，魔界海神府邸呢，我看看。在另一排，人间界。人间界是十二个，那里是我们去人间界吧，还是去人间界好一点。哇，人面魔蛛啊，现在有。怎么被人面魔蛛了？这掉八个，我要打这个吧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是掉五个，那个是掉十个吧，我们去打掉十个的。深渊魔戒，哇，这个血量一下又变多了，刚刚只有那么点血，那有的少有的多啊。我打天上去了啊，这个掉十二个，哦，他刷出来的怪物会多一点，他显示是一万六的血，他其实并没有一万六啊，就打这个了。哦，但是没刷新出来的时候他应该血量会少一点，算了，我们还是打那个打这个银道吧，这个狼道，说错了，先把狼道干掉。我们还差六，差四个，差四个的话有了，可以去换十万年了，换万年了，万年说错了，继续回圣魂村换我们的魂环。现在换万年魂环，我们先买五魂币。万年魂环升级，剩几颗子弹了？应该是四颗子弹了，还是两颗？那这次伤害是多少？一枪一个吗？我靠，这换了还不如不换呢。这个有点坑啊。这有点坑啊，这还不如去打天津牛蟒呢，打天津牛蟒去吧，咱们天津牛蟒一下掉二十个，一样的速度，咱们打天津牛蟒去。天使，哎，天津牛蟒呢？天津牛蟒没了。深渊魔戒，哇，这十万年魂环，我的天，我感觉还不如不升级，刚刚那个还有三发子弹，十二个，我们一枪一枪的要慢点打，一枪他会跳一下，再打一枪，一枪好，又打一个，我们就这样打吧，我们一枪可以打一百血，但这个有灼烧伤害，两百血，好，就这样慢慢打吧。升级两百血，一百血，哇，真的要慢点开枪，开早了的话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初始物种，哇，又屌空了，一枪两，又打空了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我们现在升级多少红花了？这个红花打不了啊，他这个武器太坑了，主要是
作者是不是想我充值啊？我看看充值买什么。黄金龙枪，哇，这不是那个吗？海神三叉戟，这还有神器可以买啊。佛禄长镰，凤蝶羽翼，算了，不买。我要做一个平民玩家。美，哎，22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一下，两下。我看我差多少，先回圣魂针看一下。噔噔。我现在要升级100000年魂环的话，我们需要八个的话，我们现在是5个，还差3个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天使妹妹，天际牛蟒真的没了。人间剑，我们去人间剑吧。百年魂兽都已经没有了，你看它这个有 bug。 去深渊魔域，他这个怪打着打着就没有了，他不刷了。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触发器啊，打死一个掉一个，打死一个掉一个。然后最后一个他没有，我们不在边上的话，他应该就不会，他就不会刷了。好，继续打。呀呀呀！117，我们现在是60个，还差三个，还差三个的话要打90个，90个很快。这个是什么怪啊？魔腾四。打了这么久，魔腾四是急转怪，多少年神兽，多少年的魂兽，我都没见过。哦，躲一下伤害吧，我快要被这个魔腾怪打死了。啊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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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4+28等于92，我小学成绩还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升级100000年了。我们看100000年的武器怎么样了，如果100000年的魂环还不好的话，那咱们就可以不用玩了。海神府邸我们要合成通行证，我看通行证怎么合。通行证，哎，通行证怎么没有啊？怎么合不了啊？他那个介绍在哪里来的？然后这个要11个，基础服务魂，他这个。那这个合到顶级才海神魂环，加100点攻击力。我们天津牛蟒已经打了，海神府邸令牌怎么合嘛？刚刚是怎么说的？我现在已经有这个令牌碎片了呀，令牌碎片要几个才能合嘛？天使面位，他这个 boss 他也不见了，然后深渊魔界的怪我们已经打过了，深渊魔界怪也没了 ，bug 来了。然后人间界也咱们也去了，完了，这怎么打嘛？这个怪打两下也是一下伤害，哇，我受不了了。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因为 bug 存在太多问题了。这个，枪过唐山，
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